各位观众早晨，欢迎回到有问必答的环节。有任何投资问题的话，即刻打来2804-6566，或者 send email 去 ask@bschannel.com 同我们倾下。身边为我们解答家庭观众问题的是耀财证券研究部高级分析员毛敏豪 Rafi 在这里。Rafi 你好。是你好。好啊，这个时间我们先听听麦小姐电话。麦小姐。是。早晨。我想问一问2822。是。南方 A50， 我咧14.2买嘅，咁而家唔知应该点做好咧？14.2，即系啱啱买冇耐啫噃，系咪啊？系啊，买咗唔系好耐啫。明白，好啊，你睇下南方 A50 嘅情況啦。暫時而家咧，2822做緊14.38啊，升咗八仙上嚟噶。嗱，尋日 A 股咧就已經創連續十日嘅升幅噶啦，已經嗱，而家叫做啦，上證綜合指數亦都略為調整緊啊，回吐翻13點落嚟噶，做緊3677點噶。內地股市升勢氣勢如虹，嗱，而家14.2買咗呢個2822嘅麥小姐，你覺得係應該點樣操作呢只股份咧？仲有冇上望嘅空間啊？當然啦，如果以翻2822嚟計啦，你14.2買，雖然就係叫做近期嘅價位買落啦，咁但係我覺得就仲可以叫再揸住先啦。因為特別以翻一嚟啦，就雖然個 A 股升咗好多，甚至乎都破頂，咁但係以翻呢幾隻嘅 ETF 嚟計咧，反而就未算跟得太足嘅。咁頭先提到啦，譬如以翻上證嚟講，近期不斷破頂，咁但係以翻 A50 嚟講，即係只南方 A50 嚟計啦，都未試翻就係舊年12月份嗰啲高位14.78樓上，甚至我未試緊破上去。咁所以依番咁樣睇嘅時候啦，咁我相信其實嚟緊都有條件啦，會稍微再想嘗試翻。兼且而嚟咧，其實我覺得你揸得呢啲 ETF 啦，都未必話下下都係博個短線啊。咁我覺得其實以翻中線嚟計啦，完全都係再係持有得過啦。因為特別以翻呢一陣嚟講，雖然 A 股又升咗好多，咁亦都唔排除的確嚟緊短期可能會有少少嘅一個即係回調嘅壓力喺度。咁但係始終成個方向上講咧，其實大家都係比較樂觀嘅時候咧，我相信調完之後都會係繼續向上市為主居多嘅。咁所以就本身持有住貨嘅話咧，咁我覺得唔需要特別擔心。咁但係暫時嚟計啦，如果以翻圖表上去講啦，其實就個勢頭都幾唔錯嘅。你見到之前就一個嘅支持位大概12.4度啦，咁而即係呢度就舊年12月份翻嚟就不斷一個下降。三角形出現咗，咁到近期有突破之後咧，咁我相信以翻量度嘅幅度上去睇咧，應該大概有機會試翻之前個頂先嘅，咁所以我覺得你起碼短期少少啦，都以翻之前嘅頂啦，大概14.8附近啦，做翻個目標，咁啊破到當然先再上望翻啦。咁我相信暫時嚟計咧，呢只股份就持有住先咯。麥小姐可以留意住啦，睇下14.8嘅短期目標嘅有冇機會上破啦。之後我哋聽下一位家庭觀眾電話，齊小姐喺度嘛？齊小姐你好，係啊，想問咩股份咧？我想換嗰只939啊。939嚇。是咩嘢會買好啲啊？明白，未買貨嘅。你除咗建行之外，仲有冇第二隻股份想問啊？嗰啲銀行股唔知買咩嘢好啲啦。邊只咩股啊？銀行股啊。哦，唔緊要，我哋先睇睇咧建行嘅情況啊！我哋見到咧建行暫時而家咧做緊6.37嘅跌咗一仙落嚟嘅，見到內銀股啦，可以咁講，都近排有啲回吐。見到農行出嚟份業績都唔係話太靚嘅啫，見到今日內銀股都唔係話升市嘅動力嚟嘅，可唔可以咁講咧？嗱，而家6.38嘅建行係咪一個吸納嘅時機咧？嚟緊都會出業績咯喎。嗱係，依翻你話健康嚟計咧，就兩日後27號出業績啦。咁啊，變相我覺得都仲可以再等一等先啦。而家就唔係太建議買落去住，因為幾同意翻一點咧，就以翻農行方面業績上睇咧，其實就當然話個盈利增長咧就叫做符合翻預期嘅。咁但係就當中一啲嘅不良貸款率方面咧，都升得比較明顯之下啦。其實都擔心就係、一啲嘅即係貴銀行啦，嗰、那個資產質素嘅惡化啦，係咪有個即係進一步去到攀升嘅意味？咁所以對健康嚟計咧，我相信都可能會有一定。影響性喺度，咁所以變相未必啦，對個股價啦構成太多嘅推動都唔奇嘅。兼且以翻呢一段時間嚟講啦，其實個走勢都係處於一個橫行格局居多啦。你見到就下邊6.1附近度啦，有個大啲支持，咁而上面就大概6.5、6.6度啦。咁啊變相暫時都係呢5-6毫子上落緊嘅時候啦，我相信就未必太有個即係吸納嘅一個即係叫做直播性喺度。咁反而你等一等啦，等個股價睇下有冇機會啦，係落翻去呢個橫區間嘅底位附近先啦，大概6.1頂附近到啦，咁我覺得先至考慮買落去啦。咁相對個直播性會比較好啲咯。好啊，麥齊小姐可以考慮一下呢、這個6.1毫頂咧，先至係 Rafi 建議嘅買入價。之後咧，我哋聽下一位家庭觀眾電話先，劉小姐。係，你哋好。你好啊，有咩幫到你啊？我想問993。993天壇國際升咗好多喎、啊，呢排有冇買到先？我1.7買嘅，咁我又唔知咩位放。哦哇，好犀利喎！7.7元買嗱，而家天壇國際股價已經升到去2.82嘅咯喎。除咗天壇國際之外，仲有冇第二隻股份想問啊？
有，1918。哦，1918。我6.6買嘅。係6.6。呢只遇到咩問題呢？我又想問，咩價位放或者再加貨得唔得？明白，好啊，你先睇下993啦，見到天恆國際咧，今日嘅升幅都幾顯著嘅，暫時升咗超過18%嘅啦，去到2.81嘅。公司最大嘅消息啦，莫過於咧就係呢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香港咧入股佢嘅公司股份嘅。嗱，可以咁講，嚟緊公司可以咁華融嘅背景就非常之犀利啦，係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其中之一間啦。當時咧都睇一啲國有銀行清理一啲外匯帳噶，而家見到佢咧可以咁講，從天恆國際有呢個股權上嘅交易啦，都刺激咗股價上去嘅。嗱，而家過七銀錢買咗，暫時帳面上都有幾豐厚嘅利潤噶咯喎。你覺得呢個時間應該點樣處理啊？嗱，我覺得就當然開始可以揾位去到食股都唔奇啦，因為咁樣講啦，雖然天恆國際最近就即係華融入咗股啦，咁頭先都提到啦，華融其實背後最終個控制或者係即係個背景咧，就係中國財政部啦。咁面上都有一啲即係國家嘅背景存在住啦。咁所以先至令到股價其實呢兩日嚟計咧就有個咁明顯抽升。咁但係其實以翻今次嘅配股嚟講咧，其實天恆方面咧只係以翻大概2.75咧向華融去配股嘅，即係變相同而家嘅價比咧係即係而家嘅價咧高咗好多好多。咁所以我覺得嚟緊咧再即係上升嘅機會性其實唔係特別高。咁兼且以翻你本身你過七銀子有貨嘅時候咧，其實而家都有成個1%嘅利潤喺手咧，都真係非常之豐厚。咁所以我覺得你可以開始咧慢慢考慮到即係叫止賺或者減磅先都唔奇。咁但係當然啦，以翻現階段嚟計，如果本身即係呢啲股份嚟講啦，要你一下子走曬所有貨咧，喺個價位上嘅控制係比較難嘅。咁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啦，與其有咁多利潤喺手咧，就分住去減磅先都可以。咁起碼減咗一半，咁剩低嗰啲就算啊再升嘅都可以賺埋，就算調翻轉嗰跌嘅都唔使話真係叫做冇得賺翻。咁所以我覺得可以減一半先。咁啊，暫時嚟講啦，以翻個即係叫止賺位啦，我覺得你可以睇翻啦，就係今朝早啦嗰個嘅低位啦，大概2.52到啦，做翻個止賺位。如果你又穿翻呢位置留下嘅，咁我覺得考慮減磅你離場。而調翻轉講，如果你啊真係唔穿呢位置嘅話啦，咁反而上面嚟計啦，睇下能唔能夠嘗試啦突破埋3蚊樓上先。如果今次能夠試到大概3.1到啦，咁我都幾建議翻啦，考慮資金去到即係獲利咧，都可以考慮翻咯。劉小姐可以考慮一下2.52咧，就係呢個貨嘅止賺位啊，睇下咧，如果真係跌穿嘅話，可能要就先沽貨啦。另外咧，劉小姐問嘅另一隻股份就係呢個1918融創中國啊，見到融創今日股價咧就回吐咗1%，去到6.44嘅。佢喺記者會度上面咧，管理層都話咧，收購呢個佳兆業咧，最多都可能只有一半機會成功嘅啫，就希望咧呢個佳兆業嘅債權人咧就理智一啲噶。見到咧佢哋管理層情緒都幾激動嘅喎，其實而家咁嘅樣，其實有冇可能可以咁講存在住呢個收購佳兆業嘅變數？點樣影響住融創嘅股價咧？啊，劉小姐想喺現階段再加住喎，佢之前個首貨咧6.6賣，而家帳面上已經有輕微虧損㗎啦。如果以翻6.6買啦，雖然就帳面上大概毫釐子虧損啦，咁但係就唔算話太多住啦。咁面上我覺得仲可以叫做即係揸住先。咁啊，兼且以嚟你話加唔加住啦，咁亦都一樣啦。咁你6.6同而家6.4幾，頭先講到爭毫釐子，咁如果而家再加啦，似乎就做唔到太溝淡嘅效果。咁所以變相我都唔建議係加住。咁所以變相久住啦，就由得佢繼續係揸住先。因為特別以翻融創嚟計啦，雖然呢刻就大家睇緊就係嚟緊佳兆方面嘅收購啦，究竟成唔成事，或者都係變數好似好大。咁但係講真句啦，你話無論收購到同收購唔到啦，究竟對融創係好係壞咧，真係好難判斷。因為你話好方面睇，可能對融創擴大一啲即係業務上嘅版圖好似幾有利。咁但係始終本身佳兆方面咧，負債又比較高啲，甚至乎持有嘅債券咧，其實之前都知係投資係有啲嘅失誤喺度嘅。咁所以其實你話買唔買到啊，收唔收購到啦，對融創嚟講係咪真係一件好事咧？好難去講嘅。咁所以我覺得未必啦，即係會係一面倒向好，或者未必令到融創股價咧就住佳兆嘅收購啦，可能係繼續扯上都即係未必係會咁樣行，咁所以咧暫時都要留意住事態發展啦。咁所以變相短期嚟講啦，你見到個價咧，其實都係比較反覆為主嘅，即係可能發上發落居多。咁啊，暫時嚟講睇翻個大位啦，大概以翻前幾日嘅低位啦，大概6.23附近到啦，做翻個真係叫做支持位先啦。如果呢個位置係守得住嘅，咁我覺得問題唔係特別大，反而睇下有冇機會慢慢啦彈翻上大概7蚊邊度啦，考慮短期去食股先。咁反而頭先提到啦，6.2到啦。
如果短期穿翻呢個位置留下嘅，咁如果你真係想嘅話啦，咁我覺得你先至考慮去到真係即係睇下個勢啦。如果到時跌得急嘅，咁反而我會建議翻啦，考慮減磅嚟長線咧會比較好少少啦。咁現階段我唔係太建議啦，係叫做即加太多注啦落去呢只股份裏邊咯。嗯，劉小姐可以考慮下 Rafi 嘅建議啊，覺得 Rafi 覺得咧呢個融創中國暫時嘅投資風險咧相對會略為高啲，要做好啲風險管理，建議止蝕位咧就擺喺6.23呢一個位置噶。呢一節咧好同 Rafi 傾到呢一度先。頭先提過嘅公司股份有冇持有啊？都冇嘅。好啊，唔該曬 Rafi。陣間翻嚟咧，我哋會繼續解答家庭觀眾問題噶。你嘅問股熱線係2804-6566，轉頭見啦。